教育部宣布，从明年一月起，就读政府或政府辅助学校外籍学生的学费全面上调，永久居民学生的每月学费增加20元到60元，非公民学生则上涨20元到150元。教育部表示，这么做呢，是为了进一步区分公民和非公民的权益。